今天为了让小品请我吃饭，我根本没带钱。这是我们的特色点菜方式，客人要不要试一试？哇，你点的全都要，请慢用。什么？居然自带两双小以双倍的速度吃火锅？你快吃吧！给我的 SSR 级翅膀，超级迪卢汉。哎，不疼，是不是这样的身体？是呀。那你今天吃饭吗？不是，我没带现金，手机也忘带了，不如这次你先请客吧。没事，你借我借钱。你有钱借给我吗？知道占别人便宜是最可耻的吗？我们没钱